我想问问你们爱情保鲜的秘诀，能不能分享分享？下厨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爱情的保鲜剂吧，用美味佳肴能符合他的心。今天这道菜应该就是一种南北结合的搭配。是的，我先生对红烧肉也是情有独钟的。太香了。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爱情保鲜剂吗？对呀、这个白象征着什么呀？爱情比较纯洁啊。哎呀，其实爱情对人生是一种保护，是一种激励，应该丰富到每个人生活当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回家吃饭》。今天太好了，特别幸运，因为您看我来回家吃饭啊，也有将近三年多的时间了，很少有我们家的亲戚来。今天就是从远道而来，我的老乡要给我做一道菜，闲言少叙，我把我的老乡请过来，看看他今天给我做什么不一样的家乡美食。有请二位，欢迎啊！二位好，二位好，嗨，你好，你好，你好，姐姐您好，您好，很幸运，很幸运哈。哎，大叔您好，您好，您好，哎，听说哈，您是这个大庆人对不对？因为咱们是老乡，您怎么拿这么一个来呀？您先品尝一下，我先尝尝哈。对，怎么样味道？倒是不错。但是这个不是老家的呀，这个是南京特产，是我先生特意为你们准备的。这不是我今天要做的，我要做的一会儿是那个红烧肉炖酸菜，这道美味。哎，我知道酸菜就是我特别心心念念的，就是那种家乡的美味。然后您又加入这个红烧肉，是不是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哈？是的，您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好，我叫王红，来自于黑龙江省大庆市，现在在南京已经十几年了，现在是退休舞蹈队的团长。这件裙子是我先生给买的，他说很漂亮，我穿上很大方得体，我也很喜欢。这条项链也是我先生为我准备的，他说搭配这件衣服很漂亮，我更加喜欢。你看我的头发夹带金丝，我老公说更加美了。你看我都说什么都有，可是我先生还是为我准备了这么多食材，还有这个盐水鸭，我先生说非要带给你们尝一尝。您也做个自我介绍的，认识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是刘刚，一个会玩味的厨师。哎，对，因为刘大厨啊，在节目当中经常把味道调整一下哈，没错，然后会让这个食物出现更加有特色的味道。对对对 对。哎，其实今天就给您一个难题，你看我王姐姐，虽然是我老乡哈，东北人，但是呢，长期生活在南京，所以他今天这道菜应该就是一种南北结合的搭配。是的。哦，您之前打开那个行李箱的时候，好像给您带了好多东西，是不是？是的。怕您，比方说冷着啊、热着啊、吃不好啊，东西特别多，特别细哈。他已经习惯了帮我准备这些食材，我在家做饭的时候，然后他怕我做不好，因为不是他带来的食材嘛，所以他就准备了很多。这个下厨房是不是也对您有一个不一样的定义？下厨房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一种爱情的保鲜剂吧，用美味佳肴能符合他的心。你看这句话就是对我像这种单身男青年，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你知道吧？终于知道下厨房原来是对爱情的最好的一个保鲜剂。对的。哎呀，这太好了，所以今天我要学这道菜，说不定我就能捕获到那个爱情里的他。今天您准备这个菜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对，这个五花肉炖腌菜的话口感很好。这块肉首先怎么处理？这个我来帮你吧。大厨帮我忙，把它切成块。为什么想做这么一道菜？我先生对红烧肉也是情有独钟的，至少一个星期要吃两次才行。哎呦，王大姐，您看我帮您切的这个肉行吗？不行啊，太小了，我自己来切吧。好的。对，因为这个一定要切成这种方块，稍微大一点，因为这个肉就是说在炖的过程中它会缩小，所以就不能切太小。看着就很好吃哈。那接下来咱们就准备这个酸菜了哈。对，这个跟咱老家酸菜可是不太一样，咱老家那酸菜那都是大的那种，然后白的。白菜，它这个是南方的一种大青菜，腌成的。其实北方的酸菜是大白菜，先是呢开水给它烫一烫，对，烫完了以后让盐直接给它发酵，对，腌制。南方的酸菜它是芥菜。这个南方北方酸菜都不一样，看您喜欢吃哪种，每种口味也都不一样，可以在家里用不同的酸菜尝试尝试。哎，我特别好奇问问王姐姐，就是平时您在家里是跟先生怎么相处的，能两个人感情这么好啊？每天我先生上班出门前，我们都会
拥抱送别。哎呦，然后我会说一声老公你慢点儿，但是我先生他也会说我知道了。晚上回家的时候他会有钥匙他也不开门，他会摁门铃，他知道我在家。开了门以后把包接过来会拥抱接吻，然后道一声老公辛苦了。听着好幸福啊。哎，我想想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机会啊。我也会有。现在很多就是家庭生活中他们会把这个红烧肉用这个开水过一下子。对对对，我会把这个红烧肉先放到锅里煸一下子，把这个油给它煸出来。这个也是我研究了很长时间研究出来的，因为这个红烧肉太肥了。就是这样给它煸制出来以后可以把这个猪油给它控出来，再去做这道菜的话吃起来不油腻。它这种改良方式啊，就能看出来这种红烧肉就是王姐和这个姐夫的这种爱情保鲜的一个办法。哎，你看我们最开始这下锅的时候是没有一点油的，现在呢随着您颜色像您说的已经有点金黄色了以后，这油脂就出来很多。嗯，好了，把油控出去。可以拿出来了哈。对对，我要把油。我来吧。来，你来吧。谢谢。你看我们这红烧肉里头一个碗底厚的这种油脂，对，好，我们把它控出来以后呢，其实就能减少你的摄入油的量哈。对，豆油好了。我一般做菜不会放那么多油的，然后再放酸菜，料酒去腥，再放生抽、白糖、老抽、酱油，上点色。对，就是我想问问你们爱情保鲜的秘诀能不能分享分享。如果我要是出差的话呢，特别是在南京附近周边地区的时候会打电话给他。然后之前有一次我就和他说，我说你过来看我，他说他没有时间很忙。我真的相信了。我想就是说来回跑那么远的路也挺累的，也能理解嘛。对，很理解，很理解。谁都有工作嘛。第二天早晨，不到6点钟，门铃响了。我打开门一看，是我先生。哎呦，左手捧着一束鲜花，右手拎着一份早餐。哎呀，当时我心里头别提有多高兴了。是是是。好，放一些水啊，放些水，来这开水吧。对，放多少我倒您尝啊。没过肉和菜。好，会好，要炖40分钟。炖40分钟。至少要40分钟。就能出现咱们吃的效果了。对。其实作为一个您这种这么多年对爱情保鲜有经验的人哈，给我们也分享分享。我们现在年轻人谈恋爱，很多恋爱都有点脆弱，都不是那么顺利，所以您给我们一些建议，用什么办法去解决比较好？平常的生活中呢，夫妻之间一定要顾虑对方的感受。你比如说我在厨房做菜的时候，那我先生他就会过来从背后抱着我。哎呦，然后会说一句，有点像那个电影桥段的感觉。会说一句就是老婆你辛苦了。我这个哦，突然就感觉到他很体贴，然后就是心里头特别温暖。哎，您先生做的细节非常好，不仅仅是刚才您说的平时生活当中一些什么拥抱啊，对您的体贴呀，对您的在意呀，其实他今天给了您一个小惊喜，也委托了回家吃饭给您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哎呀，受我姐夫之托，特意为我姐呢准备了这个玫瑰。听我姐夫说呀，他还有一个小卡片，这个我得给您。来，您先接过这花啊，待会儿分享分享啊。什么叫甜言蜜语啊？爱你是我一生无悔的决定，老婆，辛苦了。哇，幸福就在每个日常生活当中。对对对，只要用心就好了。哎呀，真好。其实姐夫呢，把这个他的爱意都托我表达出来了哈。您是不是在现场也跟他秀一回恩爱？好吧，就告诉他这个收到礼物这个幸福的消息，好不好？好，这个惊喜。我就先替姐姐把这花放一边啊。那我来打个电话给他。我想问问姐姐，这个姐夫贵姓啊？他姓陈。姓陈哈。行。喂，老公。哎，姐夫您好。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中央电视台回家吃饭的现场，然后呢，姐姐在这里呢给您做一道您平时非常喜欢吃的红烧肉。而且呢，刚才那个我们导演把您委托我们的那个玫瑰花，还有您对这个姐姐这种爱的表达的卡片都送到她手里了，她觉得特别温暖。想给这个惊喜的，哎，就是他已经感受到惊喜了，已经感受到了。要不要在我们全国观众面前呢，就是跟您的爱人打一个小小的招呼，表达一下您的爱意，好不好？行行行，
啊，好。老公，哎，老婆辛苦了啊！哎呦，谢谢老公，谢谢，谢谢，谢谢，真好哈！那姐夫呢？您多注意身体啊！我们再接着做菜了。嗯，你跟他说回来，我这告诉我一声，我接着去啊。好，好，老公，那你在家也好好照顾自己啊。啊，好，好，拜拜。好的，拜拜。哎，好，真好。咱说实话呢，就这黄肉也炖的差不多了，咱们用加入一些别的东西吗？好，把这些调料往里加一下。好。加入几个八角，对，然后再加两个香叶，然后这个桂皮，一点点辣椒，微辣就可以了。就是调整一下它的，借一下味道。对对对，然后这是拍过的蒜，哎，对，拍过的蒜，还有姜、葱。好，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个调料在开锅之后啊，一股脑的放进去，我们可以再盖上锅盖，焖一下。对。我们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咱们是不是可以看看这个菜怎么样，好不好？好，那我就咱们就起锅了啊！3、2、1，看一看，哇，很鲜亮，很香的味道，哇，哎呀，是我家乡的味道啊！放点鸡精，嗯，放一点点香油，是不是这菜可以快出锅？好，可以了。好，俗话说得好。好菜配好饭，吃红烧肉最重要的就得配上我们福临门的金甜米啊！回家吃饭温馨提醒您，合理使用公筷油，助于家人身体健康。刘大厨，哎，这大偏爱您了啊，偏爱您了，偏爱您了，我喜欢，我喜欢，哎。这真不腻啊，嗯，不腻吧？太香了。尝点酸菜，酸菜不像咱们东北的那个酸菜，味道完全不一样，有点咸味儿，然后又香味儿，搭配起来特别好，好吃好吃，两者结合起来了，嗯，真是不错，它吃的不腻，嗯，我觉得今天这道菜呢，让我特别感动，因为我特别心念念的想吃这种红烧肉，但是呢，又加了南方的菜，对对对，在里面它这种结合，就是让你觉得吃上去以后又有家乡的味道，又有一种复合味，对，让觉得很享受，太太乐。527爱七节，爱的味道让他尝到，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将处理好的肉块放进锅里煸炒，控出猪油，放入豆油，再放上酸菜煸炒，再放白糖、生抽、老抽，煸炒上颜色以后放上开水，再放上辣椒、葱花、姜、桂皮、八角、香叶，还有大蒜，10分钟后再放上鸡精、香油，收锅即可。看看它现在经过加热，越来越白，越来越白。这个白象征着什么呀？白象征着，那是比较纯洁啊。哎呀，来吧，看着就真过瘾呐。刚才呢，我们其实也见证了。这个王姐姐家下厨房做菜是爱情保鲜的秘诀，这么一件事儿哈。那我相信刘大厨应该对这个保鲜啊，应该质量很高。今天您给我们做一道什么菜？潮州咸菜煮墨鱼片，好像就是有点像咱们常吃那个鱿鱼，它是大墨鱼。墨鱼不一样吗？对，不一样。哦，对，鱿鱼它是身体它长的，墨鱼是圆的。哦，对对对，是花枝的叫法，就是因为墨鱼在粤菜里的叫法叫花枝。对对对对对，这个花枝也是有独特操作办法的，所以咱今天看看能不能学会这道菜，好不好？好，来来，请刘大厨开始。好，那首先我们这个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给它把皮扒了。啊，对，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外表那一层膜给去掉？对对对，要不去掉了它会老，哦，咬不动。去掉之后它就变成嫩嫩的口感。对，没错，这就是给大家烧的这上面的一层皮。哦，对，哎，这皮现在就特别硬啊，这个皮它也是叫筋膜，你不给它拔掉的话，它咬不动。嗯，你看，撕这个好像还得有技巧性，没有技巧就撕不下来的。嗯，这块就下来了。哎，那行。这一块我们就去干净了。好，我们给它改压刀。好，首先给它拿成条，先我们给它打一个花刀。嗯，打一个夹刀片。什么叫夹刀片？就是偏一刀，不要掉，不要给它偏漏了。哎，打个夹刀片。对对，还发现一个什么问题了吗，史哥？您说，这个这么白，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爱情保鲜剂吗？对呀，这个白象征着什么呀？白象征着。爱心比较纯洁啊，哦，啊，是不是啊？哎，挺好的啊。好，这就打完了。嗯，这个改完了以后呢，咱们得拿水给它冲一冲，因为这个墨鱼啊，
它有咸味儿。嗯，我们拿水把它的盐味给它偷掉。哦，好吧。嗯。好，我们现在呢，哎，已经是彻底的这种洁白样子了啊。我接下来开始码味儿。好，对，嗯，我们来点盐。好，来点糖，然后我们加一个蛋清，来点生粉给它封腌。过去做的话，花枝边有的不腌，所以它出来柴咬不动。今天呢，给它上下浆，待会出来口感特别嫩。然后我们放冰箱蒸一会儿，五六分钟就 OK 了啊。让它搁冰箱里面蒸一会儿呢，是让它凝固。那我们放进五分钟的过程啊，咱们聊聊下一个食材，就是我特别好奇的这个。其实这个也是芥菜，根茎部做出来的。它这个操作方法呢，也是拿盐泡出来的。哦。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就切好了。哎。啊，这个切完了，切成丝了以后，一定要拿水给它漂一下，把里面的盐渍给它冲掉。冲盐渍的一定要往水里面加点盐，用盐的方式把它盐味再给逼出来。逼出来，对。哦，还保持了它的口感，嗯，这个就做好了。对，好，我们现在开，我们开始操作。嗯，好，我们来点鸡油。嗯，因为炖那个酸菜呀，它不怕吃油。海米，好，给它先煸一下，提提鲜味儿。对，不要煸得太过了。我们把酸菜倒进去，我们来点白醋。嗯，为什么要烹白醋呢？嗯，对呀，我是刚醋烹下去了，又把酸菜本身里面自然发酵的那种酸度给它逼一逼出来，然后跟汤里面它好融合一下。哎，哎，少来一点啊。我们加点开水，香菇丝，来点盐，来点胡椒粉，太热的原味鲜。好，这炖的就行了。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花枝片。好，拿过来看一看。来，我看看这个花枝片啊，就它有一种这个薄薄的这种对对对的哈。嗯，我们看一下，这个酸菜也炖的差不多了啊，潮州咸菜，我们先给它捞出来。好，这个菜就属于垫底儿呗。对，我们直接把花枝片往里穿一下就行了。其实这样的办法您可以在家里不用花枝，哪怕说就用鱿鱼或者用鱼类的代替肉片也都可以。可以代替一下啊。对对，看看它现在经过加热越来越白，越来越白。我们来一点点生粉，薄薄的。嗯，雨过天晴芡。哎呀，这是您设计的名字真好听。这个嗯，好，这就 OK 了。哎呀，这个真是看着就真过瘾呐！我这时候呢，还没结束，还没结束，来点鲜花椒的油，再来点色拉油，让它先烧的啊。嗯，我们把上面加点料，来点蒜末。哦，您是拿油汆一下是吧？对对对对对，放两个花椒汁。嗯，再来点小葱花。好，来两个小米辣，点点颜色。哇，这个倒炝锅这一步很关键哈。来吧。好了，这道菜就完成了。好，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尝尝这个菜的味道了哈。那我用公筷给大家夹一夹这个花枝片哈。万众瞩目的时候到了。哇，吃出了什么味儿？我觉得这个味道挺特别丰富。嗯，特别好吃。嗯，不仅是花枝片，这个嚼口特别好，同时这里面我们这个我一直认为是咸菜的东西，经过的加工，没有那种咸味儿。只剩了脆口跟清爽，对，然后在里面增加了一些鲜味儿，最关键的就是用油丝的那一步，让里面的味道更加丰富，对对，更加丰富。然后之前烹了一些醋在里面，感觉特别舒服，而且特别开胃，对，越吃越想吃，没错。太太乐527，爱七节，爱的味道让他尝到，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将墨鱼片去磨，打花刀片成夹叶片，去干盐味，放冰箱里面蒸5到6分钟。潮州咸菜改刀切丝，将锅内放入鸡油，加入海米、潮州咸菜、煸炒、烹醋，加入白开水、香菇煮10分钟左右。将煮好的酸菜捞出来放在盘底，把墨鱼片穿入汤中，勾薄芡装入盘内，上面撒上蒜末、小葱花、小米辣、鲜花椒、椒油即可。今天这个菜真的是特别好，而且不光吃到美味，同时呢还分享了这个人生故事。对对对，还有一个小秘密还没说呢。可以啊，因为现在退休了以后，就是自己有一个舞蹈团。嗯，就是我先生他觉得挺累的，然后现在为了奖励我，让我早一点睡觉。嗯，
然后每天如果超过10点半了就没有红包拿，如果10点半睡觉我就会有红包拿，然后每次都会告诉我出门在外就是主要是安全。哎呦真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觉得这样的爱情人生啊应该丰富到每个人生活当中。姐姐讲了，哎，他们的爱情最重要的就是这顿美味，其实爱情的开始就从美味开始。那行了，这期节目就结束了，赶紧回厨房跟爱人共同分享一下爱的味道吧。